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手机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呀，我们都充满活力，学习学习，我们都天天快乐 happy happy， 我们都爱悠悠上学期 happy。创意体能比赛真有趣，香蕉弯来弯去得第一，得第一。不过香蕉哥哥，我们刚刚那个加油口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奇怪，里面加了弯来弯去的，好像有点好笑哎。哪里好笑啊？拜托你看看我，像我这样拉筋，嘿。还有这样举腿，是不是都弯弯的啊？对对对，你说的也对啦。而且啊，我们今天是创意体能比赛耶，你应该要想一些不一样又好玩的口号才对啊。好，那让我来想想哦。有啦，我的是草莓滚来滚去，真美丽。草莓滚来滚去，早就变成草莓果酱了吧？你看，熊比觉得我的口号很可爱啊。熊比，我们也帮自己想好了。对啊，小朋友数到三，一起说我们的口号哦。一二三，恭喜小朋友 ，Go Go 加油！小朋友真是太棒了。咦？我们真是太有默契了。现在我们就用小朋友的加油口号来暖身动一动吧，一起出发 Go！比赛正式开始！啦啦啦啦啦！哦，等等我，我也想要玩！哇，小朋友，你们看看是谁来啦？跑乐乐！小朋友，一起跟跑乐乐挥挥手，一起说跑乐乐你好！你好！大家好，大家都好有精神哦。跑乐乐，你是新来我们学校的学生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你怎么会来啊？因为我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大家加油的声音，很好奇就跑过来了。果然是好奇宝宝跑乐乐。你们要玩什么？我也要玩，快点快点。我们在设计创意动作，那就交给跑乐乐好了。太棒了，交给我一定有趣100倍。哇，那跑乐乐，你第一个创意动作是什么啊？我最爱的玩水，啪啪啪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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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哦。那第二个动作呢？吃饱做运动，前拍拍。后拍拍，肚子拍拍拍，前拍拍，后拍拍，肚子拍拍拍。那接下来的动作有什么呢？累了，要喝水。喝水？跑乐乐，我们才刚开始运动，就要喝水休息了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是要学我喝水的动作。跑乐乐，咕噜咕噜咕噜。跑乐乐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最后一样，我想邀请三位小朋友上来挑战。没问题，
现在我们就欢迎到了三位小朋友要来参加挑战哦，哒啦哒啦。好了了，请问他们要比赛什么呢？跟我比赛飞高高，一、二、三，飞高高。哇，好像不错哎。那三位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第一位是女生来挑战哦，我们帮她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飞高高，飞得很高哎。好，第二位你最高，换你喽，一二三，飞高高，哎也不错哦。第三位还没数啦，你太激动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帮她一起数，一二三，飞高高。好好玩哦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玩吗？我们大家一起飞。一二三，飞高高。好好玩哦。那婆罗罗，你觉得是谁飞得最高啊？当然是小朋友了。哇，小朋友你们都表现得很棒哎，我们帮自己拍拍手，也要谢谢这三位小朋友耶。小朋友都表现得很好哦。香蕉哥哥，草莓姐姐，我要回去多多锻炼，吃更多的鱼，才能飞更高，跳更高哦。小心啦！那我们下次见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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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婆罗罗陪我们一起上课，真的好有趣哦！对呀，那小朋友，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！我也玩得好开心哦！一二三，飞高高！那我们来问问看哦，熊比，你觉得我们今天表现得棒不棒呢？恭喜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！现在所有的小朋友集合啦！一起踏步往前走，一二，好，走一走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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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一下要一起大声唱歌哟！大声唱！十天八名一二三，奇妙数字真好玩，一加一要算一算，多少朋友来作伴，转圈圈要。学企鹅转圈圈了，好，学企鹅转圈圈，转回来，转回来，啾啾，Hello， 啾！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